莱泽之前打倒的怪兽集体复活。从预告片中呢，我们看到了第一集的宇宙甲壳怪兽巴赞甲，第二集的深海怪兽盖德斯，第三集的甲虫怪兽塔加努拉，第四集的软体怪兽雷维拉，第七八集的天空怪兽彩虹卡加奇，第十四集的月光怪兽德尔坦达尔，除此之外还有一位神秘的角色手里拿着神秘的水晶道具，这个有可能就是重点，还有最后这两位在对战。这下一季的看点真的是非常的多，一起期待一下。